新一周的音乐银行也是相当热闹了，全新 solo 出发的卢泰铉。带着新歌回归的 Seventeen， 成员们真的是全副武装对抗寒冷啊。当然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啦，今天 GFRIEND 成员宇宙和艺林也是在寒风中大秀美腿，好身材真的太让人羡慕了。哇，今天的造型也是历代级的啦，这是要全员 cos 侦探的节奏吗？看来大家喜欢上班路不是没有道理啊。